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，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间悲剧。它彻底改变了世界面貌，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。拨开浓重的历史烟云，追寻远去的战争余响。百战经典，纪念二战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别节目《二战全记录》。墨索里尼北非豪赌失利，希特勒大举救援。面对沙漠之虎隆美尔，盟军接连临阵换舰，最终反败为胜。一个小岛决定了北非战场乾坤，一条航线牵扯到对阵双方的成败。在辽阔的地中海上，一场生死对决即将展开。百战经典特别节目《二战全记录之决战地中海》。因为真爱和平，我们回首战争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百战经典系列节目《二战全记录》。1940年初夏，希特勒率领的纳粹德军一路凯歌，席卷西欧。他的意大利盟友独裁者墨索里尼妄图进行一场与之相似的南征运动。墨索里尼梦想建立一个所谓崭新的罗马帝国。按照他的谋划，意大利不但要向北地中海沿岸扩张，还要向南进军，挺进北非，妄图将地中海变为我们的海。然而这个美梦最终将以灾难收场。战争刚开始，意大利就控制了利比亚和阿比西尼亚，也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。墨索里尼的如意算盘是，如果他能夺取英国人控制的埃及和苏丹，那么他就能建立一个巨大的意大利控制区。这似乎是场简单的战役，意大利在该地区的军队数量足足是英国的10倍。1940年9月，墨索里尼大举入侵埃及，占领了海滨小城西迪拜拉尼。意大利军队在那里停下来构筑工事。英国把所有可用军队聚集起来，准备发动反击。1940年12月6日，他们横越沙漠而来，气势汹汹。仅用了短短4天时间，意军防线即告崩溃。将近40000名意大利人被俘，意军的战斗力之差从这里已经出现端倪。意大利的残兵游勇向利比亚边境退去，英军紧随其后乘胜追击。仅用了1个月时间，英国的这支被称为西部沙漠军的队伍就挺进利比亚960多公里。随后英军在海滨城镇阿盖拉暂停下来构筑工事。
将近一半的意大利属利比亚帝国被英军占领，超过10万名义军沦为战俘。与此同时，南部的英军攻入意大利控制的阿比西尼亚。战斗持续了大约12个月。当地崎岖的地形给通讯和交通造成了巨大的困难。不过最终义军还是被迫投降。就在阿比西尼亚被英军占领的时候，墨索里尼的帝国大厦又在地中海的另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。将近2年前的1939年4月，作为新罗马帝国方案的一部分，墨索里尼占领了阿尔巴尼亚。第二年，他要求希腊成为意大利的殖民地。当希腊人拒绝时，他便举兵入侵。尽管希腊的兵力不足义军的1/2，但他们还是很快击退了义军的进攻。到了1941年的3月初，意大利人不但被赶出了希腊，而且紧邻的阿尔巴尼亚也有大部分区域失守。英国首相温斯顿·丘吉尔承诺出兵协助希腊人结束这场战斗，然而英军主力正在其他地方作战。于是北非的部分英国部队接到命令，放弃利比亚的军事推进，立即乘船横渡地中海，直奔阿尔巴尼亚。随着义军的节节败退，墨索里尼的巴尔干野心即告破碎，意大利已经陷入困境，不能自拔。此时，希特勒面临着抉择，他是从欧洲别处分兵支援他最重要的欧洲盟友呢，还是放弃墨索里尼，任由他自生自灭？他决定出兵救援。1941年4月，50多万德国大军来势汹汹，直扑南斯拉夫和希腊。对德国来说，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从此他们将被墨索里尼的政治幻梦严重拖累。不过刚开始一切顺利，尽管有英国的援助，但是希腊仍然无法阻挡德军的进攻。4月末，轴心国军队占领了希腊首都雅典。大约3万人撤至英国军队控制的克里特岛。希特勒决定消灭他们。他派出了大约22000名伞兵和滑翔机部队，并用150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作为支援。1941年5月20日，天刚破晓，着陆行动开始。一开始，他们把目标对准了主要机场，但盟军的部队过于分散。
们不断遭到德军的空袭。德军很快夺取了机场，他们的飞机开始运送援兵，盟军招架不住，节节败退。两个星期后，战斗结束，15000名盟军部队被迫撤离。更有18000人沦为战俘。至此，轴心国势力控制了地中海大部以及通往北非的重要补给线。希特勒支援墨索里尼的决定似乎让他赚了一大笔。他准备把英国人从这一地区彻底赶走。墨索里尼北非豪赌失利，希特勒大举救援。面对沙漠之虎隆美，盟军接连临阵换舰，最终反败为胜。一个小岛决定了北非战场的乾坤，一条防线牵扯到对阵双方的成败。在辽阔的地中海上，一场生死对决即将展开。百战经典特别节目《二战全记录之决战地中海》。1941年2月，一位年轻气盛的德国将军抵达利比亚港口城市迪里波里，他就是埃尔温·隆美尔，德国军界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。他受希特勒委派援助盟友意大利，并为轴心国夺回北非控制权。他的非洲军团的第一批部队即将登陆，大约16000名官兵，连同100多辆坦克，已从欧洲前线抽调过来。轴心国部队很快在数量上超过了盟军，而后者已经在希腊和克里特岛的战争中大伤元气。隆美尔向阿盖拉英军阵地挺进，并发动了攻击。英军被迫退却，隆美尔穷追不舍。几个星期之后，盟军部队即被德军一路打回到埃及边境。在撤退过程中，一支澳大利亚师被德军围困在利比亚港口城市托布鲁克。英军司令官阿奇博尔德·韦弗尔爵士连续发动2次进攻，试图解救他们。2次进攻都被严阵以待的隆美尔部队击退。德军的强劲火力使英军节节败退。他们用88毫米防空炮来应对英军坦克，在射程上远远胜过英军。此外，隆美尔还充分利用了广阔的地形，派遣坦克包抄英军，从侧翼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攻势，这一打法将成为他的标志性战术。
英国媒体半出于憎恨，半出于尊敬，赠给了隆美尔一个绰号——沙漠之狐。英军司令韦弗尔被打得难以招架，精疲力竭，最终只能让贤克劳德·奥金莱克将军。各方很快对奥金莱克施压，要求他再次尝试解救被困在托布鲁克的盟军部队，但是他一直按兵不动，坚持待到军力加强以后再行动。1941年11月18日，眼见时机成熟，他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行动。此次攻击代号“十字军行动”，一场旷日持久的装甲对攻开始了。英军坦克部队再次遭受重创，但是步兵方面终于得以缓慢推进。经过一个月之久的艰苦混战，英军占得上风，隆美尔最终撤退，托布鲁克解围。轴心国部队沿着海岸线一路撤退，一直退到他们原来的起点阿盖拉。英军统帅部认为隆美尔已经不足为虑，至少目前如此。英军部队随即分散到海岸线一带的各处基地进行休整。他们不知道这是一次严重失误。仅仅两个月后，1942年1月，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就卷土重来，再次发动攻势。英军先头部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很快被隆美尔击溃。沿着非洲海岸的追击战又开始重新上演。盟军部队朝着托布鲁克西侧的新建防线一路退却。他们在这里修筑了一系列防御阵地，被称为格查拉防线。隆美尔于1942年5月末对其展开攻击。这一次他再次采用了包抄战术，派遣装甲部队进行大范围迂回，绕到了英军阵地的后方。但是这一次英军早有防备，迅速还以颜色，试图包抄隆美尔。战斗持续了3个星期，双方你来我往，斗智斗勇。最终，英军还是被迫撤退。3天以后，德军全面占领了盟军阵地。隆美尔决定乘胜追击。英军的撤退随时可能恶化成大溃败。随后，奥金莱克将军决定在埃及村庄阿拉曼与隆美尔正面交锋。他的部队南翼仅靠盖塔拉洼地，那是个坦克无法穿越的地区。
1942年7月1日，隆美尔再次发起攻击。但是这一次，英军守住了防线。由于补给线过长，燃油严重短缺，隆美尔无奈之下只得放弃。奥金莱克决定乘势反攻。在七月余下的日子里，双方就像两名疲惫不堪的拳击手展开了拉锯战。丘吉尔对英军缺乏进展大为光火，于是亲临埃及视察。临阵换帅的情节再一次上演，这次取代奥金莱克的不是一位，而是两位将军。哈罗德·亚历山大将军任中东战区总司令，伯纳德·蒙哥马利将军任第八集团军司令。此时英军与轴心国部队的战斗已经陷入僵局，双方胜负难分，北非的命运仍然难以预料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，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间悲剧。它彻底改变了世界面貌，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。拨开浓重的历史烟云，追寻远去的战争余响。百战经典，纪念二战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别节目，二战全记录。在北非战区，丘吉尔对两位新统帅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将军的指示很简单，摧毁陆军元帅隆美尔指挥的军队。此前英国人已经破译了德军的恩尼格玛密码，掌握了德军的大量情报，他们由此得知隆美尔正准备发起攻击。蒙哥马利推断沙漠之狐还会使用他惯用的迂回战术，于是决定在阿拉曼东南部的阿拉姆哈勒法岭一线加强防御。他希望这一部署能够粉碎轴心国部队的进攻。双方再次交手，战斗持续了3天时间。这一次，盟军部队得到了空中支援。英国皇家空军对正在前进的德军坦克予以重创。隆美尔被迫放弃攻击，再加之燃油短缺，他只好撤出阵地。现在防守的一方换成了隆美尔，他选择在不可逾越的沙海盖塔拉洼地
和地中海海岸之间构筑防线。他布置了大片的雷区，并以重炮覆盖。隆美尔把装甲师留作机动部队，一旦有盟军突入防线，这支部队便迎上前去予以痛击。蒙哥马利很清楚，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，而且他还知道己方军队无法迂回过去。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以硬碰硬，从轴心国防线的中央强行突破进去。好在他有美国援助的大批新型装备，其中包括配以75毫米火炮的新型美式坦克李氏和希尔曼式坦克。盟军终于有了能与德军抗衡的武器。终于在1942年10月23日的傍晚，英国军队使出重拳，开始对隆美尔的阵地展开猛烈炮轰。阿拉曼战役打响了。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，盟军工兵进入了轴心国雷区进行排雷清路工作。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和南非的师部浴血奋战，从正面强突隆美尔防线。隆美尔的炮兵部队给盟军造成了重创，双方的伤亡数字急剧攀升。同时，轴心国部队不断遭到盟军飞机的空袭。经过10天的激战，盟军终于突破了隆美尔防线。第二天，隆美尔撤退。这是德国军队首次在西方盟军的手中遭遇重大失败。丘吉尔终于可以出口气了。This is not the end.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.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. 2个半月以来，蒙哥马利沿着北非海岸向西追击隆美尔，兵锋直指突尼斯。同时，英美大军已经登陆1600公里外的法属北非殖民地，即今天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，从身后包抄隆美尔。火炬行动就此展开。盟军第一集团军迅速向东推进，直扑突尼斯。隆美尔面临着腹背受敌的险境。在接下来的数日当中，德方从欧洲空运了数万军队，意图拯救隆美尔并支撑北非的德军阵地。经过整整一个冬季的战斗，1943年2月末，
得到援助的隆美尔在突尼斯境内100里处设立了一道新防线，并对步步紧逼的蒙哥马利部队展开反攻。但是蒙哥马利预先已经得到相关情报，他对敌军的动向了如指掌，并做好了部署，静待隆隆驶来的德军坦克。英军炮兵部队展开攻击，隆美尔装甲部队很快停了下来。这是隆美尔在北非的最后一战。他返回德国，严肃地请求希特勒放弃北非战场。但是希特勒一口拒绝。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。现在蒙哥马利第八集团军从南部推进，而英美第一集团军则从西部切入。5月7日，美军占领了比塞大港口。大名鼎鼎的沙漠之鼠，英军第七装甲师挺进突尼斯。盟军的前行攻势合拢起来，轴心国军队被围。5天之后，25万德国和意大利的部队弃械投降，战局趋于明朗。这是4个月以前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投降人数的2倍。对德国来说，这是又一次不可承受的灾难。第二天，英军战区总司令哈罗德·亚历山大将军向温斯顿·丘吉尔发去电函：爵士，我在此向您报告，所有敌军已停止抵抗，北非海岸已在我方掌握之中。墨索里尼在北非的豪赌给德军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。而事实表明，更加严重的后果还在等着他以及德国。1943年1月，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的一次会议中，丘吉尔和罗斯福达成共识，在欧洲的德国占领区开辟一条新战线。由于北非战场失利而被严重削弱的意大利成了最显眼的目标。唯一的问题是，进攻应该从哪儿开始呢？是萨丁岛还是西西里岛？盟军最高统帅部决定选择西西里，但是为了不让德军觉察，他们设计了一个骗局。肉馅行动就此展开。一具携带着虚假文件的尸体被丢弃在西班牙海滨。1943年5月，尸体被冲上海岸，随后文件被送到德国人手中。他们查明，盟军将佯攻西西里，而他们的真正目标是萨丁岛。恩尼格玛破译小组很快证实，德国人上钩了。墨索里尼北非豪赌失利，希特勒大举救援。
面对沙漠之狐隆美尔，盟军接连临阵换舰，最终反败为胜。一个小岛决定了北非战场的乾坤，一条航线牵扯到对阵双方的成败。在辽阔的地中海上，一场生死对决即将展开。百战经典特别节目《二战全记录之决战地中海》。六个月以后，英国第八集团军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，从西西里岛的东南角登陆。意大利海岸卫戍部队几乎未做抵抗。美军第七集团军则从西侧的杰拉湾登陆。义军的防守部队同样被轻松制服。对意大利人来说，西西里岛登陆是他们最后的耻辱。墨索里尼在一次人民起义中被推翻，新政府开始和盟军秘密商讨停战事宜。对希特勒来说，这是又一次重大打击。时至今日，他只好把更多的宝贵军力投入进来，以保护自己的南翼。他告诫德军指挥官，即便意大利投降，他们也要继续战斗。不到五个星期，德军就被赶出西西里。现在，盟军可以登陆意大利本土，向其纵深挺进。美军部队从西侧推进，英军部队从东侧推进，德军一路上进行了猛烈反击。但他此时已是强弩之末。1943年10月1日，那不勒斯落入盟军之手。但是随后秋雨袭来，德军后卫部队施以巧妙攻击，盟军的进展缓慢下来。直到11月末，盟军部队才终于抵达古斯塔夫防线，这是一道横跨意大利的庞大防线，仿佛铜墙铁壁。而在意大利中部，一片耸立的卡西诺山建筑群包裹着古斯塔夫防线，这里成为突破防线的关键。春季来临，盟军展开了一系列攻击，试图夺取该地。次攻击均告失败。情急之下，盟军轰炸了这座位于山顶的历史悠久的修道院。军负隅顽抗，
1944年春天即将结束时，随着天气转好，盟军部队终于突破了德军的古斯塔夫防线。同时，美军也攻克了安琪奥。现在，盟军部队迅速向北推进，直指罗马。1944年6月4日，盟军进入罗马，意大利首都获得解放。对于希特勒来说，这又是一记重拳，他手中的意大利已经岌岌可危。盟军继续向北推进。德国守军至此终于全线退守到佛罗伦萨以北的哥特防线。在这里，盟军再次遭遇恶劣天气，被迫暂停行动。直到1945年春天，盟军才得以再次出击，意大利全境获得解放，人民夹道欢迎盟军部队。墨索里尼被意大利游击队抓获，而后被执行枪决。在米兰，他的尸体被倒悬示众。墨索里尼的战争对其本人和意大利都是一场灾难。至此，德国难易也由此暴露出来，随时可能遭遇危险。损兵折将的德国将如何面对盟军猛烈的攻势？请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系列节目《二战全记录》。好，感谢您收看本期的《百战经典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究竟什么武器会是二战的终结者？是轰炸机、潜艇还是战列舰？究竟哪个战场能决定战局？是空中还是海洋？大西洋海战如火如荼，盟军航母义无反顾，纳粹潜艇孤注一掷，这是希特勒最后的疯狂一搏，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。百战经典特别节目《二战全记录之隆中困兽》。